剪起火一堆，月夜没有睡，静静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。我怕会失去，你说不要睡，分秒愿可共对。若是没顾虑，为何又洒泪？命运若真地可以痴心永许，哪怕有心伤，哪怕风雨浪，一切亦可面对。谁爱我爱得真，总会一点也不知。谁我会有一天没有心事，情意若然作深深欠意，痴心与梦不可共事。若你令我死心，离别更轻易。你若明白今天我意，偷偷放下千般爱意，莫说为你牺牲，死也愿意。同袁世添一齐嘅女人叫童欣，喺第三号货仓唔见咗音乐盒，而家喺佢嗰度。原本佢系谂住同阿柳 sir 直接联络，但系柳 sir 俾佢组织炸死咗，所以而家佢哋嘅处境非常之危险。佢哋希望 SB 方面可以帮助佢哋安全咁离开香港，移民去南美嘅第三世界国家。佢哋可以交出SB 好想要嘅 LX300 导管。点解你会知得咁清楚？点解佢哋会透过你同我联络？系咪你哋一直都系保持联络？如果你认为需要嘅，我可以等成件事完结之后作出解释。大家最重要嘅就系睇你应唔应承。自从柳 sir 死咗之后，我处理嘅所有嘅职务，为咗慎重起见。我想亲自见你嘅袁世添。对唔住，除非你应承佢条件，否则佢唔会见你。咁好，我会将呢件事尽快报告上头，呢个消息即刻通知你。你敢保证知道佢喺度？我唔可以保证啲咩，不过应该系。喂。召集人手已备随时出发。是不是阮文生的消息？到时我会再通知你，留意电话。你好好唞下啦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我好得够啦，自己知自己事，人边个唔死啊？最紧要要死得清白。上数嘢，我已经帮你搞紧噶啦。我绝对不会放弃，你都是啊。我仲系新丁嗰时咧，我听过康 Sir 啲嘢噶啦。所以仲係半信半疑，但係而家我信咗十足。
如果佢本身唔係清白嘅話，堅持唔到咁耐。阿叔，可唔可以幫我個忙？可唔可以幫我照顧康 Sir？ 喂，你教邊科啊？唔係亂嚟喎。康 Sir 覺得啱，死係唔緊要，最緊要係做到自己應該做嘅嘢。喂，有啲咩你唔怕講俾我聽？我咧就雖然冇阿婆咁勇，但係睇頭睇面我掂㗎。講啊！連我自己都唔知道，未發生嘅事冇人會知道。有咗呢条护身符，冇人敢对我哋拍戏噶。政治部又点啊？一样要买我哋拍。过埋听日啦，过埋听日，过埋听日，我哋可以大无私啊，做第三世界国家公民。我哋终于有自己嘅国家，我哋终于唔使周围掟啦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喺瑞士个银行户口啊！啲錢多到洗幾都洗唔曬嘅，我哋可以過最好嘅生活。我會請最好嘅醫生嚟醫你。過埋聽日啦，我哋自由啦。過埋聽日得噶啦。盞燈好大，好光，好光。翻咗嚟，爸爸都翻咗嚟。唔会，佢哋唔会翻嚟噶，但系我会，我会好好地照顾你嘅，我会。最中意食嘅鵪仔忌燒鵝啊，同埋豬頭肉都係你最中意食噶，仲幫阿欣買咗啲魚片粥添。等我嚟。阿欣，食粥啊！嚟。你吃燒鵝啊，等我餵啊！出面硬好啊，你想吃翻鵪仔記嗰啲燒鵝就好難噶啦。今次你走咗之後，都唔知幾時先至再翻嚟。你唔好以為咩啊，我係唔會唔捨得噶。嗰陣時沖繩島個衰佬啊，滾大我個肚啊，著一聲走咗去，我都當冇件事。都慣噶啦，你估我 Rainbow 冇咩？男人啫嘛。我冇嘢噶，系我个女卒之冇咗个好老豆啫，冇得怨噶，好丑命生成嘅。你食埋啲嘢啦，停咗又唔好食噶啦。应承我，如果你今次大步揽过，每年圣诞节寄张卡俾我，唔使写乜嘢噶，我知道系你就得噶啦。放心啦，我同阿欣唔会有事嘅，我哋仲有大把日子过啊嘛。阿欣，你话系咪啊？
呢位赌 Sir 系今次行动嘅 in charge。放心啦，我带嚟嘅人全部都喺出边。你都知道今次行动嘅重要性，我哋要做足必须嘅防御措施。啱啊，不过我要睇下两本 passport 同机票先。带同人出嚟先。同一系我必须嘅防卫措施。我音乐口度装咗引爆器，如果你哋玩咩花样嘅，一会喺你哋睇唔到嘅地方拉喐引爆器，到时嘣一声，大家一炮两散。你冷静啲，我哋绝对有诚意同你做金钱交易，但一定要见到同人先。同真唔会有事，佢唔会唔留翻条后路俾自己。呢位赌神讲得啱，我点解要同真死？我仲要带佢坐飞机去外国，我哋大把好日子。非你想去死，冇讲咁多，我机票同护照嚟。小心啲啊！你个 X 3啊！为咗表示你有同样嘅诚意，你而家将个引爆器插落嚟。根本就冇。而家我条命咁矜贵，点肯同你哋揽埋一齐死嘅？我哋要施展二支导管。然后送你出机场，好多谢你咁合作喎。咁童恩咧，你放心，童恩死我都会带埋佢走噶啦。你唔好俾钱我啫，不过真嗰个道馆阿龙生已经换咗啦。唔会，你想点啊？有呢度，冇用啊！而家大家一窝送。唔同你夹埋先，我快啲入去，快去！冷静啲，快啲！快！你夹埋你，入嚟啊！啊！快啲去！冷静啲啊！快点！即系扛翻上头，系。安全离开香港，我真系乜都唔知道。你信佢？你信呢个人？你知唔知佢系边个？石天，你冷静啲，唔好乱嚟啊！你收声！点解政治做啲嘢，我哋知道一清二楚？点解你冇收佢军火里边，冇咗 LX 三百未用到，我哋都知道。点解有人阻住你追查宋先生？点解柳常会死？你冇听佢乱讲啊！我一直同佢嘅组织联络嘅人就系你。你有咩证据？我一直都唔知道。这个找人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喂，即刻出发。是。系咪赌 Sir？ 喂喂，外边嘅人听住，我哋想赌 Sir 同卓家玲有命嘅，就留低你一住。你镇定啲，唔好乱嚟啊！你冇资格同我讲嘢，
叫你阿头最大粒嗰个啊！佢嚟紧噶啦，嚟紧噶啦，好唔好？我条件一样，不过手头多咗两条命，叫佢哋考虑清楚再答复我啦。喂，喂，喂，点啊？好事就嚟噶啦，又会搞到咁大镬噶？你咁样好攰啊，不如你放低佢，我哋慢慢倾。唔使理你啊！陈恩，童恩，童恩。嘉明啊，A 师 ，A 妈 ，A 师 ，A 妈，哎呀，终于记得啦，慢慢谂。Asia， 阿妈，将军，范文玲。哇！啊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你咁紧张，你系咪真系关心我？系，我系冇资格话你。不过你知唔知陶令邦系咩人啊？你黐埋做佢情妇，你连死都唔知咩事啊！我死系我嘅事，唔关你事啊！睇嚟卓 Sir 对个女人几好啊！收声啦！我系为你着想啫，我哋再咁撑落去，咪整识咗外人？我哋点解唔合作？首先将佢解决，然后你用枪劫持我出去，我会尽力帮你讲情，佢一定会照你意思去做，送你出机场。跟住你又当乜嘢事都冇发生过，继续做你个赌 Sir 系咪？就算我讲出嚟啊，对你有咩好处啊？我点解要放生你？我有呢样嘢，加上你两条命，你上头唔会唔答应我条件嘅，我使会好安全咁离开香港嘅，你走唔甩噶，我唔会俾你咁好死嘅。嗰个好熟喺机房里边，佢哋吓。即系封锁现场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准接近。Yes sir。康 Sir， 里边嗰人话要直接同你讲。安 Sir，
安 Sir， 事件好严重，可能牵涉有内鬼，上头叫我哋拖延时间，等候进一步嘅消息。你要冷静啲，基本上你嘅要求我哋已经接纳咗，不过你要确保人质嘅安全，同时我哋亦都要同有关方面作重新嘅安排，呢啲都系需要时间嘅，知道吗？总之我唔理，我满足头脑。如果你唔答应我嘅，我就杀咗人质，炸咗火葬，而埋啲 L X 三百微型导管。你哋四个跟入去，其他都守住，冇我命令唔准嚟。睇住我，若过咗音乐盒，一个人点顾得唔到？你睇个女人，已经听晒佢话，话唔定佢连佢都抢埋，杀咗佢先！你想我杀咗佢哋，跟住你又想办法杀埋我，咁你啲衰嘢冇人知系咪？我资格杀到你咩？我系担心你太蠢啫，你累死你自己，你仲累死埋我。你听下啲声，佢哋根本就冇意思放你走，佢哋只不过拖延时间，到佢哋部署好晒，你就再冇机会。而家唯一办法就系照个方式去做。首先，出面嘅人听住，听住啊！即刻答复我，如果唔系我杀晒啲人质，杀晒啲人质。消息来源正确，呢次行动真系有内鬼。而知道交易地点嘅，就只有杜国昌同埋卓家明。咁即系话内鬼一系就杜国昌，一系就卓家明。上头有命令，要将事件尽量封锁啊！
阮文生，你都有今日，死喺你手上，我冇说话好讲。交翻支微道管出嚟，快啲！想攞佢，杀咗我先。好。系我对唔住你先。开枪！阿賭場同埋阿卓卓喺後面屋頂噶咯。點解要救我？冇乜點解，或者我呢世人就剩得你呢個朋友。有啲人好在行到自己運，但有啲人成世行衰運，就好似我同你咁。好多次我發夢翻返越南，但我扎醒嘅時候，原來自己喺香港。呢度唔係我哋嘅地方，我哋嘅地方我哋去唔到。或者落青光寺寫得着事，唔使受咁多苦。咁都好，起碼我哋唔使你殺我，我殺你。嚟，我哋一齊殺出去。你揀呢個地方做交易，其實早就知道係我軍府。我唯一唔知嘅就係原來賭場都係組織嘅人，佢會通知你嚟。内鬼系出家名，通知飞虎队开始行动。Yes sir。
生，拎住佢，第一人走，快啲啊！我死咗，冇人可以照顾你。你不如同我一齐死啦！軍哥生前吩咐過我找隻船給你們，放心吧，我會照他意思送你們離開香港。
喂，吉叔啊，卓家明。吓，卓 Sir， 你做乜搞到咁大剂啊？依家成个政治部啊，反转晒咁滞嚟抄你啊！唉，听讲外头都扯行晒风。喂，咁嘅情势之下，你唔走唔得噶啦，趁早咧就带个女人离开香港，咪斩累到你周身危嘅啫。嗱，记住，如果再有啲咩事咧，立即打电话俾我。吓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其实你好幸福，原来你阿雷大哥一早已经预咗船俾你走，听朝天蒙光就去落船。原来雷军仲有袁世添都系咁为你着想，或者你讲得啱，你哋同一类人，而我哋啲外人。有多嘢系唔会了解。而家雷军死咗，袁世添咪死咗。而家冇人可以问，喺呢个世界上，只剩低你同埋我。我唔知道我同你可以喺埋日子仲有几耐，不过我真系唔想见到你咁样。我知道你，我知道有好多嘢想讲，但你讲唔到，我唔系要你讲。我只是想你知道，你身边仲有一个人，呢个人就是我，嘉明，或者永远都帮不到你，不过只是希望你可以有自己的家，有一盏好大好大的灯。虽然我帮不到你，但你自己帮到你自己。你千祈唔可以放弃，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，就冇人帮到你噶啦。你明唔明啊？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，我怕会失去，你说不要睡，分秒缘可共对。若是没顾虑，为何又失泪？命运若真的可以痴心永许，哪怕有心伤，哪怕风雨浪，一切亦可面对。谁可
为我爱得真，怎会一点也不知？谁我会有一天没有心事？情意若然作心生嫌疑，痴心与梦不可同时。若你令我死心，离别更轻易。你若明白今天我已。